你俩觉得最喜欢的尺寸大概是？就是一般的尺寸吧。你有超过吗？一定有啊！你有超过？有，一定会比这个长啊！欸，有吗？欸，真的假的？我等一下要看一下你的。经纪人在旁边，我没差，来就来。我是说那个经纪人在旁边，我不是说你在旁边。欸，大丈夫。大家好，我是周永通，来到这次的女优采访单元，老朋友了，那就先请妮亚跟我们的镜头打声招呼吧。好，是你啊，大家好，我是你啊。差不多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就那个时候在日本拍了两支影片，一支是他跟梦梦的对谈，然后另外一支像白痴一样搭讪他。可以看到说妮亚就是很专心的在经营自己的社群，然后再把中文再度学好。有吗？还好。对，首先想要先问说，因为，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华语地区，例如说台湾这边，觉得自己的粉丝变蛮多的？蛮多的。去年的 TRE 的时候，认识我的粉丝们蛮多的。去年参加 TRE 的感想是什么？我出道之后第一次来台湾的活动是 TRE，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它里面有，例如说送你一些东西，或者啊，有，好吃。好吃，凤梨酥，凤梨酥之类，吃的东西比较多。那粉丝送你什么样东西你会很开心？水果的话，我喜欢吃莲雾。啊，送莲雾现场，大家粉丝就知道说他非一篮莲雾。因为妮亚也是参加过了 TRE 嘛，所以就是人气越来越高。你有被认出来，路上被粉丝认出来的经验过吗？有，其实有。如果你在日本跟台湾，你遇到的反应会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是怎么？是怎么？日本的话就感觉啊，すみません，啊，请问，是妮亚小姐吗？就这样。啊，台湾人。你是妮亚吗？就是这样。台湾的粉丝们都会有那个亲切吧？大家可以理解，因为台湾的粉丝会把妮亚当作是自己人。那你觉得哪边不礼貌的粉丝比较多？不礼貌？没有，没有这种粉丝吗？确定吗？我们等一下，这我就知道了，不礼貌的不是粉丝，不礼貌的就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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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说的是对。那因为妮亚自己也是有在经营 YouTube， 所以你觉得说经营 YouTube 有没有？怎么这个表情？没事，他看不到自己。我看你，我看你的。跑什么啊？8月9号到8月11号来台北国际成人展 TRE 中子通摊位，跟 T-Wilder Sky Blue 都看得到啊！去 JK Face 上面购买门票，输入折扣码 Finger Master， 还可以得到限量女优周边。中子通欧美精选摊位预购资讯即将公布，敬请大家拭目以待。所以你觉得做 YouTube 有趣跟辛苦的地方在哪？就是我是 AV 女优嘛，所以有。黄标啊，黄标！观众就是想要看到你讲一些色色的东西。可是你如果一直讲色色的东西，那你频道就会黄标。啊，你如果不讲的话，观众又会觉得说，哈，你是 AV 女优啊，你不讲，那我不想看。做社群的时候，有遇到什么让你就是说很感动、心情很好的回忆？很感动的吗？我的类型。我的类型是妮亚，他最喜欢的。那接下来我就要问了。好，你大概一个礼拜会收到几张？收到几张？那个什么？我怎么跟他讲？什么东西啊？你会收到几张屌照？是有很多，很多。一个礼拜吗？一个礼拜很多啊。最多的话，二十，Oh my God！ 其实我
我看到那个照片就我会尴尬的感觉。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女生收到你突然一张老二的照片，她会高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女生。那除了鸡鸡的照片，你有什么会很困扰的？就是他有那个粉丝说要看他私密照哪一种，我觉得还不过分。有啊，这个也是蛮过分的。怎么就没有人问过这种问题？讲中文的比较多，还是日文的比较多？都有。Hentai everywhere。对啊，真的是怎么每一天怎么辛苦了，辛苦。不会。再次跟大家讲，你不管传老二给任何人，你去跟任何人要说我要看你下体，这个都不对的，好不好？问一些比较轻松的东西啊，就是说什么东西？因为之前你在那个推特上面讲过，说接下来有蛮多的目标，那想要问一下最近在努力的事情有吗？咪咪，什么表情呢？这次来台湾的，也就是活动，会继续在台湾活动。除了这一次经由 Amy Call 邀请来台湾活动之外，接下来今年应该也会有，还会有继续在台湾的活动。那就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来支持妮亚，可以吗？可以。其他的秘密。你们开心吗？你们开心吗？没有关系，下一题就可以制裁你。没有，因为跟你两年没见了，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想要访问的时候，最怕的事情就是妮亚中文已经不会讲了。有，所以我们今天来准备了绕口令。好，我先一句一句带你念。妈妈。Yeah! 那你可以自己来一次吗？我不想。可以啦。啊！庙外头一只白白猫，庙里头一只黑黑猫，黑黑猫背白白猫，白白猫背黑黑猫。哦，蛮帅。对不对？刚上观光官方网站。结束了。什么结束了？耶！耶！来。庙外头一只白白猫，庙里头一只黑黑猫。黑黑猫背白白猫，白白猫背黑黑喵猫。是啊。No！ 可以，很好。可以吗？可以，我给你95分。真的。90分而已。95分。耶！不可免俗的，既然今天妮亚来到这边，因为我们访问的话，通常就会跟女优讨论他们以前的作品。那其实妮亚的作品蛮多，所以我主要挑一些你已经改名字之后的作品来讨论。那第一个就是 MIMK139 这一部，它是二次元改编的作品，它的主题就是会有很多穿湿掉的衣服。拍摄的作品里面最辛苦的一部吧，因为你就是要一直穿那个啊，对啊，会感冒呢。但是拍完了就很开心，没事了。哦，接下来这一部作品是那个。沙漠阿里导演的生日会，为什么你不在封面里面？我下午有其他的那个工作啊，所以你没办法拍封面。我先回去。妮亚在这一部作品里面，就是以戴眼镜的造型出现在第一段里面。那平常也会有戴眼镜，在家里的时候就会戴眼镜。哦，你有近视。嗯。哦，不错哦。因为在作品里面也是可以看到，妮亚比较 S 的一面，现实生活是偏 S 来偏 M。一般。好，那接下来这个作品是那个042 CLT072， 是模仿那个 YouTube 上那个 The First Sex。这一部应该，你怎么能演这一部不会一直笑呢？其实忍不住笑出来，会一直 NG 这样子。我好忍耐啊。这一部我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真的超级白痴。好，那这边要问一下，如果妮亚现在在挑交往对象的话，会把台湾男生列入考虑？我会考虑哦。哎，那我想问一下，那你觉得台湾男生有什么缺点？比较胖。好，我讲几个通常大家会拿来比较说台湾男生跟日本或韩国的男生比较缺点的。台湾男生比较不会打扮。
因为我这是我们我也觉得，嗯，妮亚说台湾男生，哎，是，好啊，因为我们之前有访问一个，就是她是香港的女优，嗯，因为她说日本男生的性爱能力都比较厉害，嗯，我也觉得，对，台湾男生烂在，对啊，台湾男生烂在。应该是日本男生可能技巧比较厉害啊，对对 对。然后台湾男生可能会一直问你说：“我厉害吗？”大吗？你也会问吗？我不会、啊。你也会问。既然都问到这边，那就想要问一下妮亚说：“妮亚觉得最喜欢的尺寸大概是这样？”这样。不错，就一般的尺寸吧。你有超过吗？一定有啊！你有超过？有，怎么样？怎么样？我没有要比出来的意思，因为比这个长啊。哎、欸，有吗？欸、真的假的？我等一下要看一下你的。不是，经纪人在旁边我。我没差，来就来。我是说那个经纪人在旁边，我不是说你在旁边。哎、欸，大丈夫。好了。啊，大丈夫。什么了？好、啊，因为在蛮多访问也都会看到说妮亚自己是非常喜欢性爱的女生，那就是想要请妮亚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一下比较特别的经验。嗯，其实我没有不好的经验，没有吗？你有遇到这种吗？就是说一下啊，有，但你也是。来就嗯，对啊，你看人家张达所，那他还说没有不好的。好啊，访问最后我们来请妮亚跟我们观众说几句。对，有没有跟、嗯、想要跟观众朋友说的东西？我已经出道了三年了，嗯啊、谢谢大家继续支持我，今后也我会在台湾办活动，所以。请大家参加我的活动吧，然后继续支持我吧。嗯、好，谢谢。那也是希望频道的各位观众可以继续支持他，支持这个努力的女生。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我是中通，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感谢你的收看，也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哦。谢喽。